入法界藏，自无差别，正佛解脱，甚深广大，能随方便入于一地，而以一切愿海所持，恒于自具尽未来际。这一段经文说明了正道的理，就是正道的佛的果了，谓之极。极者是呢，就是成了佛果之后达到顶点了，理法界之顶点。正了理法是以什么证入的呢？是以智证入的。这个大智啊，证入平等一真法界藏。像昨天讲是五种，是如来藏、自性清净藏、法身藏、世间上上藏，第五是法界藏。证了这个法界藏了，就是圆满究竟了。正入呢，能入者是自，所入者是理，无差别自，是平等性自。正入了所具的真理，对，契合真理了。这个时候理和字一如了，一如了。但是要知道，没有能证的字，也没有所证的理，名和一体，名和一体，所以说没差别。这就是无相法门，能入之自无所若，所证之理无理可得，智即是法界，证的理也是法界，能所不二。能证之智跟所证之理，名合而为一体，一体。但是这个字啊，不是我们所说的平常的我们那个分别心那个字，那不是字，那是死，是不是？咱们上生前头讲过了，是大圆净字，大圆净字，因为它契合离了，离片故圆满故，字呢也圆满，也片故，离就是如。是如中不动的具体，那么自为能入，如为所入，能入之自也是如，所入离体也是自，自即是离，离即是自，这种境界是佛的境界啊，咱们讲的是佛的果德，没有如外的还有自，能证与如。没有能所的，经上说等同一位啊，等同一位。但是字有个字没有呢？没有，字相近了，那这是光明也，光明的相近了，进入一体了。近了没有？能令相近的这个能，能日令相近的这个能，这个能是什么能呢？这是那个圆满净智的那个能，能令相近了，没有了，相近没有，怎么能进入的？怎么能相近的？
能令那个自相近的还是不无。那这样子相近了不还有智慧存在吗？没有，没有，自相近过不有，能令相进入之进入的无相体的，好像是有，这个有不是有，这理智契合的意思，就是你的心呐、跟外边的景，心能转景，心能转景的时候，景同于心，景同于心。但是就深了说很深，就浅了说，就你日常生活当中，你那个对那个事情惯性的熟练了，你不假思索，不假作意，或者你东西搁哪儿，你信手到那就拿来了，没有个作意。义理啊，你可从浅的入深的。说自相近了没有，与理相同出一味了又不无，能令自相近的不无，自相近了不有，自是有功能的，它能反照着智。什么叫心经上不是讲吗？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照是字，五蕴本不存在，那个空是理，是理，这个字啊是不空，是说的真字，不有是说的熟字，自相近了是不有，自跟你契合了等同于外有不无，能令自相近的那个能令的不无，自是有功德的，有功德，它反照的时候是空的，不取于自，那不在这个自上起自作，这叫真实自。这个道理啊是反反复复的来说，等我们下头讲到那个论功的时候可以能解释这个问题。因此呢在景上，景上真常在而不耐，真片与熟，就是理片与四，那四恒是四，恒者长者不变异了，在另一种语言显示，自不耐寂而恒照，寂是定，是不动意，自是照，照是动意，他不耐这个不动而恒照，动即无动。在这么说，景是景，智是智，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字跟景或者字跟记是两个。景呢不耐熟替，常识是真的，字呢是不耐于造，而恒是寂的，这个是寂静的寂啊，是不耐真而恒寂，就是不耐真而恒熟，这样一个意思。而景字是一个呀，是两个呀？非也。非异就是一个，景也空，字也空，空有不二，有无不二，
又是一个。那么字记照的时候，字跟这个是照的意思，继而这字而常记的时候，继而常这字而常记就是照，照跟记两个融到一起，这字融于理，理偏于字，无差别过，就是理字一如了。要真理来讲是记的，要这迹象上来顺着迹象来说，熟体是流动的，观和照，观和照，就是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前头是一个观，后头是一个照，观照互相顺的。咱们在大乘起信论呢讲这个意思讲的很多了，我那言语词句明显一些个，容易懂些个。这个经上的呢，他这几句话，这经的意思啊，这么一讲好像很深的似的，就是咱们讲的起信论的讲的是呢，就好像能够理解似的，那你把那个意思完了往这个上的理解一下子，说我们在修所修的信心分中讲，修行信心呢，你还得加上子和观，是定和慧，起个信心都不容易，也得子观双运的了，你分析一切相，一切相不存在，这就含着子意，不要对一切境界相，观的是空意，完了又起观照，是照意，空意是子，照意是观，观照同时，观什么呢？观所有一切的因缘起灭。因缘的升起和因缘的消失，咱昨天讲个故事，昨天讲的故事大家配得上不？就可以这么配。另外人家骑马掉了东西了，他捡到了，这个都是事啊，是在字里头观照里头，他还给人家各走各的路了，没有了，这就记呀，这就是记，因为这是因，他种了这么个因，后来感的果，他本来一生该受苦的，该饿死的，他突然间因为这么个因呢，他转变了，把什么转变了？把他的因果转变了。人家说因果能转不能转呢？就是我们现在都出家了，我们的业能转不能转呢？咱们在这里头发生了很多的业，咱把它都转了，举个例子说吧，你们大家都是比丘尼比丘僧，你们都没有男女姻缘吗？没有夫妇姻缘吗？他转了，他那个缘停了，他这个因升起了，这个果嘛，等你慢慢修吧，还没成。但是就这个因缘果，你可以理解了。我要讲甚深的，那这个因，出家这个因，将来你整成的成的佛果，不受你世间轮转苦难了，这不是转了吗？能转移，他不能转移。有的出来家里又还俗了，为什么？他业又发现了，他转不动了，他转转转的，碰到障碍了，障碍就停了，就不转了。
你看那开车那轮子抬起来，好好转转，好出车祸了。我说撞到石头上，一下停了，转不动了。那叶，你那个叶太重了，给你止住了，转不动了。法应心生，心由相转呐。你说相了，它就转不动了。在我们那讲起因论，怎么样修身止观，这跟那是一样子了。随顺批破舍那业，随顺，随顺批破舍那妙什么痛，对，随着这个止观的含义，不依形散，不依形散就是景，又不依于空，那不依于地水火风，乃至不依为见闻觉知，不依气息，不依形象，不依色相，不依于空，不依地水火风，一切住相，所以你念头把它消除，不去想它，一切法本来也没有想，是你的妄念加上去的才有想，你把这个来往之相，来往之相，你不生气，你不生气，不去执着它，不去用你的见闻觉知去想那一些住相，没有这个念头了，那个相除念除，没有这个念头了，相也就没有了，这就叫止了，就止住了。说在一切法本来没有想，一切法本身它有什么想啊？想是你给它加上去的，你在想，它本身并不想，你不生起心念，一念一念，念念相续，不生，叫它念不生，它不生也就不灭，你不随你的心去想念外边境界，外边境界没有，用你那个真心的观知那个观，除你妄想心这个妄心，妄除了，真也不在了，妄是对着真说的，真是对着妄说的，你除一边，另一边不存在了，当你没哪相，没有魔相，也没有人相，也没众生相，那你先把哪相要除了，先从你的念头想起，你要心太散乱了，东奔西辞的，那叫妄心，你用你这个净念的真心止妄心，妄有大妄有小妄，用那个妄心轻的指那个大妄的妄心重的，完了再用真指你妄心，用的无念指你的有念，这样子你就修行久了，说念念不生了，念念不生，念念也就不灭了，它也不随你心转了，外边境界是因你分别，你分别境界相，越分别越多，越想越多，很简单，我想我们诸位都知道，如果你今天或者这两天有点什么事儿了，本来你得平平静静的休息啊，学习啊，家里头或者打个电话了，或者收到一封信了，妈妈还这个不治病了，住医院了，完了今天晚上你觉睡不好了，心里到家里去了，就不是在庙上了。如果你对着这种境界相有功力的，心有功力的，不被外边境界相缩短，收封信了啊，知道老妈妈有病了，哎，
念念佛给妈妈回向回向吧，用这个念头给他回向就止住了，不做第二念，不做第三念了。那但是得靠功力了。一切世间的纷纭诸相，收到一封信，说骂你，要找你的麻烦，要跟你干什么，或者要告你，要怎么样子的等，你完了，你心就动了。如果你心里不动，没的，是千分像随便吧，一望指望，到时候再说吧。能这样看得破放得下，都很不容易了。第一种，但是你心有功力了，一动，好那好大风浪，我永远不动定力，不随风而起浪，这叫止。说你要是劈个静时，住在静处，不依外边形象，完了也不依你的气息，不依你的气息，不依外边形色的色相，不依地风地水火空，不依六尘境界，也不依于空，随便外境境界相，心止静除。心要止住了，一切境就出灭了，这叫一心出心，即无自相也无外相。无自相呢，你的念头，无自相是念头，你念念想到不可得，一切无所得，你念念不可得就没有自相了。说好比我们说下了座了啊，上了座了啊，来讲了说了，这都动向啊，这都动向了。去来尽止言说，在这一切时常识这念，这是方便。这你随顺观察，天天上课到这个时候来了，大家也来了，咱就讲了，讲完了就下了走了，走了各回各的地方。这个寂静相，来的时候是动向，走的时候寂静相，你怎么样来看，只要关照这个，只要关这个，这都是方便。咱们体上，咱们心境上没有，没有，这叫方便。随顺这个观察，观察成熟了，去来行住坐卧了不可得。这种大家的这个一切动向都是微心所现，咱们的心所现的。如果我们心住了，怎么住的呢？咱们来无来相，散了也没个散相，没有个来去相，没有个能说者，还没有听者，没有能说听者，一切都是因缘生灭，这叫因缘生灭。你观这个现象时候，你心呢只做了，能只有无相。说广修定的人心里容易沉默，修定的人容易沉默。修修的什么都不想干了。我看让我们禅堂的道友，我们经常连起来，他什么都不想动，翻经本磕头礼拜啊，这圣事他不做，是连吃饭穿衣服都不愿意做了，定了沉浸，他唯有这样舒服，这样舒服。我们在那山里住的老修行，他几年也不洗个澡啊，现在剃头他嫌麻烦呢，刮个胡子都嫌麻烦，胡子很长，头发很长，什么都不管他了，这叫沉寂了，因为沉默，沉默了起来是懈怠，沉默了写的懈怠，懈怠什么都不想做了。这时候这心中呢
道理强的达到指向了，定向，定向。如果的心住的时候，智慧增长，那他得心猛力，心得住。这是子的深沉了，这是另一方面说，心住本非住，就是变成懈怠相了，懈怠相什么都不想干了。但是定静时候必须得有观，观叫方便，常常念方便。方便是什么呢？因缘生灭，一切善巧。这个子子顺于理，子顺于理，那思想猛力了，渐渐入定了。但是必须得有教义，得懂得佛的教授。我到了这种境界了，外边没有境界，外边境界像止住了，内心呢不起正念，不起邪念，都是正念，心不起念。当知微心，一切诸法心外无境，心外无境，境也是自心，就是没有自相，就知道念念不可得，这念头不起了，念念不起了，从坐起来进退进止，一切都无念，无念都在定中，楞伽常在定，佛是说四十九念法，没有说在定中。其数九坏，刹那计，都在这刹那计的定中。但是必须念念不可得的修成熟了，心才能住得住，不然心得住得住吗？住不住了。因为心住了，这就叫渐渐入了三昧了，三昧。心止了，他才生出一种来，那个定的智慧，要智慧的关照，关照，关照一些诸法是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的，这就是智慧。这个字啊，就是咱们所读《心经》那个“照见五蕴皆空”，他才能寂静下来。寂静下来还得防止心的沉默，沉默，沉默就容易起懈怠。懈怠是什么意思？他也不行，大慈悲心也没有了啊，要记一些助善法也不会去记了。远离大悲，说必须加上惯例，惯例。这叫惯例，就叫照，叫照。惯例就是照，照是那个生智照，智照。关于一切世间有无之法，不能久停在无德上头。无德是无不得的意思。心行，心的行动。须臾的变换，须臾变换，要专念于子了，先除掉一切的这所有的思念，那你就观察应做不应做。子的当中，记的当中，要起关照，关照我不能长时这样下去，还得住呢莫坐，是指的是住呢啊，还有下文呢，住善奉行啊，你还要奉行住善呢。虽然是念住法的自性不生，不生，住法自性不生，常时正观照，还得念一个因缘和合，因缘和合。诸法不生，因缘法还是不灭的，不灭的。
说欠钱还得还人家的，你修成佛了，你所欠的因果报应还得入世还。那不佛都垄断了吗？那佛的化身四现了，升到迦卫罗国去，升到净饭王里家去，哎，他还得做人家的儿子啊，做人家儿子还得度人家啊，这叫因缘法了。因缘又知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缘法也是空的，空了也得还，还还是空的，还不还都是空的，道理是懂了。现在我们大家出了家了，说遁入空门呐，咱们那门呐是一个纵门，两边都有个方便门，那叫善巧方便，中间是空门。有的是般若解脱三门，中间是空门，从般若解脱门，这是三门。有的是方便门善巧门，方便善巧空门，由空而起的方便善巧，由空而产生的智慧，那个含义啊，就告诉我们了，光只是不行的了，还有要观。毗卢遮那佛成的法身佛，成了佛了之后，为什么要说《华严经》？说《华严经》的目的是什么？还有所为啊，这个有所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还是无为。听了佛教所说的话呀，好像那么啊，怎么说怎么有理吧，是圆的，但是无头无尾，无始足，无内外，无大小，无方圆。这个意义就不同了。虽然念诸法不生，但是还要念因缘和合，善乐苦乐，空的呀，但是它不失不坏，因缘不会失掉的，也不是坏的呢。现在在这个方等教义里头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无说无生。但是在华严义不这么说了，华严义不这么说了，诸法不自生，因缘和合，因缘和合是这一切都圆融，因缘和合的时候即是不生，是生即不生，不生而生，生即无生，这样关照反反复复的。念自法自性，自性嘛是不生，自性是永远不知生的。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就是观，诸性不生就是子，这叫是子观双运，理字和合，就是刚才我们上来想讲那个等通一外。啊，这叫什么呢？自相尽了就不有，能现能令自相尽的而无不无。这恢复这个讲，讲这段解释这个，就解释这个，即子观双运的。这原教的子观呢，说观中里头就有子，观就是在子中的观。观中呢也有子，子中也有观，都是子观双运的。子观双运好像是度众生，好像都是有，实际是空的，众生也是空的，
能度众生也是空的，一切皆空的，空而不空，又建立一切法，一切法有，有而不有，即是真空啊，真空不空即是妙有，这个用惯例来你理解，用言语说出来没什么作用，不起作用。他告诉你这个方法，依着这个方法，依着这个语言，你去做。做的时候呢，就要你去思维去修，嗯，懂得这个道理了，嗯，你对舍诺啊，舍莫他，毗婆舍诺，是吧？子贯双运的大力呀、啊，你能够进入一点儿，嗯，如果没达到究竟，没到佛的那个果德的究竟果德，嗯，这个照呢不能叫照，照真不是照，照真不是照就不能定，照熟的之时候不是照就不能记，必须是照真时候观想止，照熟的时候观想记，照真的时候，照真的时候不失于照，照实者照熟的时候不失于真，不失于记，嗯，这道理啊，在文字上听来是很是深的，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去理解去。你做熟练了，说熟能成巧嘛，这是做熟了，嗯，也不要怎么作意，也不要去再想什么方法，顺势而来，嗯，因应而得，嗯，你要会炒菜的，嗯，他不会心里有嘀咕，哎呀，盐加多了咸了，盐加少了太淡了，嗯，哪个菜配哪个菜才好吃。米要掺好多水，煮成干饭了；米要多掺点水嘛，那就稀饭了。好像这个很简单啊，谁都会，这也很难，很难。你让我去做，你要讲经还可以，我讲得通；因为我做饭呢，做不通了。不是水掺少了，就是水掺多了，但是火了大了，烧焦了。嗯，那火小了没烧熟烧生了，人家怎么吃嘛？他说不入一行不得一行的智慧。我说的这么深闹，你听着这个文呢，讲起来什么记呀照啊，记呀照啊，照啊记呀照，你也不知道怎么样照啊，怎么样记呀、啊？你照也照不来嘛，记也记不到。记是就是定。定啊，就是什么事不动心，这该会了吗？不随便去，不随便动心，不随便分这个烦恼。我看我们很多道友带着小孩子，有的道友那小孩子怎么闹，他心里不动的，他不动，因为他见惯了嘛，小孩子就是这样子嘛，四空见惯了，没事儿。天天入世间，要么这些和尚，要么这比丘尼师傅，要带着小孩子，小孩一闹，他不知道怎么哄他，他没经过，那小孩闹他烦得很，他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我们的居士呢，那就不同了，因为他带小孩子带惯了，他知道，这叫什么呢？什么事啊？习以为常了。那刚听着什么智啊照啊照啊智，搞你糊里糊涂的，什么叫照啊，什么叫智啊，什么叫记啊，什么叫什么，学久了，久耳朵常听这个道理，懂了，懂了之后身体常这样做，心里常如是想，口里常如是说，你身口意就转变了，转变了，这先转变三业，嗯，
像这个刚才这上所说的，要真理的计量，这叫子，与子相算，你怎么计量啊？恐怕连这个文字还没闹清楚呢，还能说的叫他说这个话去做吗？这就困难了。这文字说，唯尽其缘，令赵真不得名赵。赵叔之事，不及既故，跟你没法懂。唯尽其缘，就是没达到究竟的时候啊，你那个赵不是赵。赵什么时候随着书转？照真的时候啊，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真呢，真假莫辨，什么叫真，什么叫假呀？这叫圆融道理讲，说我们肉体是假的呀，肉体是假的，为什么还要穿衣服？为什么还要吃饭？假的嘛，管它干什么？离开肉体了，离开你妄心了，你找个真心，去找个法身，在哪儿呢呀？法身在哪里呢？你找得到吗？唯尽其缘，妄为其就为妄，唯尽其缘，不能达到真。妄尽还原观，寡修这么一个法门，华严经里是妄尽还原观，入着一身法界的，但是妄怎么尽呢？怎么还原呢？唯尽其缘者，照真不得明照，照熟有病得明记。要怎么样呢？要记其缘，记其缘那才行。这段的文字啊，令你观照真理的时候，观照成真理的时候，用你的定力，令你动力定力，照真的时候，没有个能照所照，能观所观，没有，要是有个能有个所，就不名为真了，也不名为照了。这就是你定的时候，定的时候，照真的时候无照，因为这个照是智慧照，智慧照照什么呢？照熟体，观照熟体的时候，观照熟体的时候，印是熟体，熟即是真，对于你入理观的时候。观一些事的时候，事即是理，因为你跟理相契合了，就是跟真契合了，妄自言就止住了，你不要断而自断。观是指智慧运用的时候，当你运用的时候，立生的时候，你就众生的时候，并不要众恩报恩呐、也不要说能感谢你啊，佛没这个意思。佛利益众生的时候，无生可度；利益众生，即非利益众生。说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啊，众生有尽吗？众生界不尽的呀，永远如是。再进一步说，众生有吗？有众生可度吗？有话可说吗？这个就深了，但是在华严义呀，把这个意思都把它转化了，都是圆融了。无众生可度，常度众生；无法可说，永远说法不断。成了佛了，又实现众生又说，他是度即无度，说即无说。这个意思就很不能容易，很不容易理解了。说你用言语度众生的时候，
跟你没有用言语度众生平等平等。像咱们念心经，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虚空，为什么用个照字啊？不用智啊？他这个照就显着不是作意的，不是有意的照，自然的，嗯，是照即无照，嗯，用什么呢？观力故，嗯，那关键一切五蕴所发本来就没有空的，空的它现五蕴所发，现即是妄，妄即是真，真有妄显，妄从真生。嗯，景不能造，景不能造景，自有造，用智造景。四造景不是有分别的，是记的。嗯，看着是意，有字吗？有造吗？有景吗？嗯，这个意呀、啊，不意，不意就是同了。嗯，景和字，景是外景啊，这是心里造啊，是造啊。嗯，同。止即是景，景即是字，子境相通，唯心所生，心无彼此，达到无心了，无心什么都没有了，妄心与妄境契合，一切皆是妄，这是同。意呢，照还不失于照的功能。智慧呢？嗯，说草木无实无情，木石无情。嗯，那智是有情，智是真照的。嗯，但是这个说的是真字，正了理了，正了理了，看一切景都是寂静的。嗯，字与景，常寂而常照。常寂常照就是这个意思，常寂照就是这个意思。嗯，当你证得离体了，你要知道了，景和字非一非异，能照跟所照合一了，能做跟所做合一了。这叫咱们经常说诸法无生无灭啊，也没有生起，也没个灭。嗯嗯，这种意思咱们读心经了，读般若经了，读金刚经了，啊，都知道这种意思了，读金刚经更明显了。嗯，无生无灭而示现生灭，虽有生灭，知道它是不生灭。说这种的，说是因为有惑故，有迷惑，才有智慧显现。因为有智慧，对着迷惑，嗯，因为有说无，因为无才说有，嗯，有知不是无。无了不是有知，嗯，诸佛菩萨，诸佛大菩萨，嗯，他是他的心，嗯，是寂静的，是寂的，嗯，众生有所求，他都现；众生的感，他都现，因为他寂故才能现。他要不济就现不了了，他那很忙，你找他办点什么事他办不到了。嗯，因为他永远无事，永远寂静的，谁找他都应。这个道理该懂了。因为你无知，无知就无啊，你不知道吗？还不是没有。嗯，有知
知得究竟，这是诸法无，那个无不是我们这个无，迷惑了有知，对，不迷惑了无知，不迷惑的无知是什么呢？知一切法的都入是无知，不再起知的念了，那叫什么呢？知道无，知道无并不是无知，知道无，知道无并不是无知。那这个无知是什么呢？说般若之无也，以般若智慧的光明照的才无知，这无，这是真谛的无。熟谛的无就瞬间说这个东西消灭掉了，没有了，说这个人死了，死了没有了，他在转化了。现在这个一个做错事了跑了，更名换姓，那个名字是没有了，他又改个名，那他又提随便可以改个名，名是假的，他的身体是真的，把他身体逮到了，一切假名都不行，他不知道这个身体也是假的，假名的为的又提，这个道理要思索。迷惑了有没有智慧？智慧还存在不在了？说咱们堕了六道众生了还有没有佛性？就是这么个问题。是吧，懂得般若和真谛和熟谛，真谛熟谛宗谛，观有宗观假观，空假中三观嘛，三谛三观，这个道理啊，这个佛教的名词很多的，但是它有分别的，说照熟谛的时候，这叫后得字，后得字，照差别之境的时候，这要融开真熟二字所照的景和字，景有真有熟，有真景有熟景，字呢有全字有实字，那你寡分别这个你就分别很久，分别很久，熟字呢是照四的，真谛呢是照理的，真字是照理的，景有差别，真熟智慧，那个智没差别，真熟有差别，景字有差别，感他那个真理真心没有差别，它是随外边的客观的现实，客观的现实，但是客观现实不是真实，真实是什么呢？是咱们那个不动的原来本具的真心，那对我们所做的事儿，有真事儿有假事儿，但是以我们学佛的人观点看，全是假事儿，没有真的。说你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说现在不有冒牌的货呀，有真货假货呀，全是假的。那是另一种观点的观点看，景有真景，什么是真景？有熟景，什么是熟景？熟景咱们都能懂得了，真景你不懂得了。这真字熟字，全字实字，咱们就分不清楚了。说必须得学，先把这个学清楚了，真用与熟的时候，熟就随着熟谛，而真并没消失。熟随真谛的时候，熟也变成真了。这个景啊，
经世有真书不二的经啊，有全师双运的智慧，再说深闹点，至极是经，经极是身，一切万法皆由心生。说心上这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当我们静下来时候，这就叫戒；当你运动时候，这叫智，这叫做简。那么初学华严，这些个佛教的术语，为什么要住佛学院一住十几年呢？就先把这些个弄清楚。为什么说讲解华严经的很少很少？说近几十年来很少，为什么？因为它经特长，时间需要太多，名词啊非常的浮泛，非常的浮泛，完了奢归于一，叫一真法界，奢进来时候一真法界总体，这叫一总相法门体，容易啊，还容易进入，怎么的呢？因为单一嘛，一说开放的时候，即心空遍法界，所有一切事物都在这个一心的当中。说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收的时候，他因为收的时候你容易懂得，为啥呢？少。我们是喜料不喜广的，我们此度的众生喜料不喜广，越单纯越好，越复杂了脑子不愿意复杂，等同一位听得非常高兴，也会学百川就不大啥理解了。因此啊，你学华严经的就得耐心，得耐心，什么叫真，什么叫熟，什么叫真谛，什么叫熟谛，什么叫宗谛，什么叫空观，什么叫假观，什么叫宗观，如果这些个名词还没闹清楚啊，你学华严呢非常的困难，非常困难。而且现在所讲的呢，是佛的果德，佛的果德，果德跟我们距离太远太远了，就是要那个复杂的方面说，要究竟方面说呢，就是我们自己本具的，相信自己是毗卢遮那嘛，就是本具的。这个本具的现在迷了，不得显现了，要把它复原，复原不容易了。那时间呢是无量劫，迷得深的觉悟的快点儿，迷得浅的，对，觉悟的快点，迷得深的觉悟的深点，就时间就久了。说我们不说要解脱吗？要自在吗？在这个入不思议品，不是品，一念之中就建立三世一切诸佛。啊，我们把这个现在讲的，我们讲的这一段呢，全是讲的佛的境界。讲佛的果德，讲佛的解脱，讲佛的自在受用，在一念中，现在我们坐着不晓得有好多念，最浅显说是一念中，一念中，建立过去现在无量劫无量劫的一切佛事，就在这一念中就具足了。
玄不玄了、啊？说玄呢、啊，妙，这就叫妙。嗯，《华严经》的第不思议品，说一念中建立三世一切佛事，怎么建立的呢？嗯，说有十种，十种。嗯，光说起来啊，那在《不思议品》去讲，嗯，那料说，料说。所有用电，所有现在你生活习惯，包括你吃饭穿衣屙屎撒尿，全都算上，都是用，这都是真的啊，这就微妙了。那咱们的初学教育说这都是假的，这叫生灭法。华严经说这都是真的，甚深难以理解，广大无有不界，是如来的愿所相持的。举一地摄一切地，举一法摄一切法。与一地普摄一切地，就是印度话说的，也在此方呢，把它翻译经典，把它译成了，说以方便随入一地，以愿海里再奢侈一些地，两个做这样解释的，一个是开合不同，把梵文，那时候唐朝翻译这个经，译成唐文。这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了。那边的习俗、生活习惯，要跟我们这边生活习惯相同。要想这个文和义都不乖失，很不容易了。只要理可通，在道理上通了，这会得了。就可以了，不必光引证很多了，引证很多了，就是因为大家不难进入了。说正的这个佛果下呀，有这种解释，解释为什么有这种解释呢？翻译经的时候，就译经的时候，异常争执非常的大，这一句话几千人大家参考下个笔定个意呀、啊、很难的，很难的。因为建立一切三世诸佛的那个总说起来非常的广，那也每个每个的圣德的地位，就是果德上，就是果德上，普贤菩萨的身片于六位，信住行回向十地十一地等觉妙觉妙觉。那是普摄一切功德，那要顺此度的方言，顺印度的方言，这一下有很多的解释啊，我只是跟大家略微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啊。在这个晋朝的时候，刚译经的时候，道南法师，就有这样的做这样的做这样的预言吧，就说说翻译的时候啊，有五种失掉本来的含义了，叫五失，五种把本来的原意给失掉了。三种不义，五师三不义，就是说翻译经的人呢，有五种把这个原来的本文给失掉了。三种不义，不是不容易的那个义啊。
这个道宣律师的道这个道南律法师的弟子有瑞公上人了，他在给这个般若经写序的时候，他就说五不失本，是五种不失于本来的面目，就是原来的。说把那个梵文不说了，那译理来译要从秦朝的文字，这就失掉本来的意思了，失掉本来的意思了。因为印度它注重的事实，注重质量，不重于文字。唐朝呢，注重的文字，把这文字要翻译得很好，四六拍脑，你看这古典文学都是这样的。他把义理呀撕掉了。印度经呢，注重质量，不注重文字。这是全新法。全新法。那我们呢，注重文字，不注重质量，是第二种思了。那佛说法的时候，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怕众生不理解，怕众生不能进入，这样子的要求，叮咛又叮咛，叮咛又嘱咐，你看《金刚经》吧，反复的说，重复又说，咱们。翻译的大德嫌着太烦了，把它都割掉了，举一个就行了。他不知道佛说的那个时候就重复的，有重复的含义了，这就割裂不要了，又把本来的意思撕掉了。梵文说的是义理，咱们寻找词句，没有这种相当的文字，那就用很多文字来形容，完了把本来意思给失掉了，只在文字上追求了，这是四思本。那么呢，五思本呢，那正文的含义，说的这个道理给失掉了，寡注重旁引的了，这叫五失本，五种撕掉了本来的面目，撕掉本来经的原意了。不义呢，三种不义。般若经，三达之心，福耳所言，胜必因实，实说有浅意，故雅以通今时。把古雅的文字，两千多年那个时候的事儿，完了又把它翻成现实的语言，翻成现实的意思，失掉原来的意思了。一不易，就翻经很不容易。一个智慧，一个御词，有天渊之别，之别。佛在世的时候，解记经藏的时候，大迦舍尊者接近五百有神通的大阿罗汉，反复的说阿兰说这句话，阿兰出经，大家来评论佛当初说这个经的含义是什么。那佛刚去世啊，刚圆寂，而且迦舍尊者就请了五百尊大阿罗汉，都是六种神通具足的，来解析这个经典。那现在到唐朝译经的时候，隔了一千年了，那时候都是阿罗汉，咱们的翻经者是凡夫，是凡夫，是吧？一点小文字，大家斟酌。这就出入太大了，这是也很不容易，二种不易了。
二种不一了。嗯，那现在说说，根据前头五部诗，把范译的译成秦文，应当好好慎重。这在唐朝翻译经的一抢三千多人，那么后来这个翻经者，末唐晚唐的时代跟宋初的时代，现在当今的时代，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坐在屋里头翻，即使是圣人也不可以，何况是一堆般的凡夫呢？我跟我一个道友法尊法师，我们在拉萨住的时候，他翻菩提道次第，菩提道次好多人翻的了，但是这个是论呐，不是佛经。我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三千多人翻都翻的仨，叫做三不易五不施，我说你一个人在屋子里头，他说勉为其难吧。那现在没人翻怎么办呢？翻译总少懂得一点吧，道理是对的，但是说是古来啊，古来特别是华严经，唐译跟晋译，唐译的华严经跟晋译的华严经就有出入，就有出入。大概有这么段一个经历，说一个人初发心的时候，初学道的时候，初发心是变成正觉，在经文里头，这上有这么一段，他说是，你发心。就是佛了，进经说发了心了即是佛，经文呢，但是唐朝翻译经的人，说初发心即是佛，把佛果就乱了，说你发了菩提心当得成佛，这个当得跟即次两个意义相当大了，错的相当大了，即是佛发了菩提心就可以成佛，这是晋译的华严。唐译说怎么样子呢？说你发了心了，当得成佛。初发心是变成正觉。他给你把这个意义也就翻了，当得。当得跟那即是两个就差很多了。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了。所以每一个经文里头都有这种的含义，多福经的不可不知，说为什么有呢？离经一字，离开经文的一字即通魔说，古德说的啊。那翻译的时候又怎么翻的呢？这个经怎么定的字呢？这个字不是范成，不是佛说的字啊，那不都离开了吗？如何解释？一文解义，三思佛冤。依照经的文字来解释佛这个意思，那是佛的冤家。说你不离开，要离开文字，那要解释佛意怎么解释啊？琢磨什么呢？离经一字不可以，一文解义。照着经义上说，照着文字所来解佛也不可以，究竟该如何？这两句话含义啊，说你学佛者，学的佛者不要执着，取消你执着就对了，不要执着文字，也不能离开文字。说是学佛
佛怎么做的，我怎么去做。佛要忏悔，佛要你相信因果，我想这就对了，相信因果就对了。不能离开佛的教诲。现在的人不照佛所说的去做，不照佛的所教诲的去做，而且是啊，根本没体会佛意。佛这段说法，这个会说法，什么意思？度的哪些人呢？哪些是当机的？从这个要用你的智力，用你观察修行力。例如说吧，在弥陀间，佛叫你念念阿弥陀佛，修成极乐世界。在弥陀经上这样教导的，相信六方佛的加持，相信极乐世界确实存在的，相信极乐世界升到那个地方去，就能够直至成佛，这是一个建立一个信心。是叫你念阿弥陀佛怎念的，要一日，要二日，要三日，要四日，要五日，要六日，要七日，一心不乱。问题在这一心不乱上，你念一篇那就死了，死了就往生极乐世界了，等不到念一篇呢。为什么能够一心不乱？念七篇你一心还在乱，生不到的了。还有特别的六方佛，六方佛加持力，你这要记到。我的自力呀、是不够的，但是诸佛把我送去的六方佛加持，但是你得建立个信心呢。当你要往生的时候，有默念哈，六方佛都来了加持我，我虽然没有一心不乱呢，但六方佛把我送去了。他那经上啊，佛所教导的很多含义呀、你不能钻牛角尖儿。把那个经的意思好好体会一下。但你把那经意和体会它的大意，不要在文字上去计较。那前头那形容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殊胜的，跟你现在的这个苦难当中娑婆世界是不同的。在那边升起个心要心，在此度升起个厌离心，厌离这个地方，要到那个地方去，说那个地方真好真好。我看见报纸上经常偷渡的，一次啊一两百人呢、三四百人呢、三五个呀、一二十个呀，都死到这个偷渡上的。要有这种心，想发财了，这想发财了，把它转变一下，求生极乐世界，要这个心，我看都得度了，都得度了。那以必死之心要出去挣钱，如果拿那个心换来说要生极乐世界，为什么？这叫业呀，敬业难成，眼业呀，他自己非常往里钻，钻得非常诚恳。这里还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呀是造业，造业啊，那个业缘呢就帮助你。咱们说有魔神魔鬼吗？魔嘛，现在五蕴魔帮助你走着生死路，那是殊胜的，是不生死路。你虽然是信了，虽然也念了，不恳切啊，不是恳切。因此呢，你学这个法的时候，学任何深奥的经，
你还是把它汇入你日常生活。深夜你浅出吗？潜意你深理解吗？你先领导能得进入啊，能得进入。那至于了达诸佛的广大秘密之境，善知一切佛的平等法，以见如来普光明地，入无量三昧法门海门，一切处随所现身，就是随你现什么身，你所行的都是四法所行，就是世间法。这还有个秘密，秘密就是另一方面的秘密，悉通其事。这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密宗，是密宗，总持广大，记住法众，辩才善巧，转不退法轮，转不退轮。秘密啊，咱们讲个秘密。大家都会念嗡阿訇吗？干什么密宗的啊？嗡阿訇什么意思呢？那意思是秘密。咱把秘密啊解释一下吧。嗡阿訇身口意，身口意密的什么呢？说现在母的身口意，现在母的身口意就是诸佛的身口意，这是秘密呀。法华经上说，一成佛，成一声佛号，一声名号，成或者释迦牟尼佛。成个名号啊，没有什么吧？是吧？你到了塔庙里头，看见佛像了。那大建了寺庙，当寺庙里的佛的寺庙都是佛像啊。一称南无佛，就是南无佛呢，就是一皈依佛。一称南无佛，南无就是皈依啊，南无就皈依，皈依佛，皆已成佛道，已经成佛了。跟华严经说，跟华严经上所说，是吧？你闻着这个经，相信这个经，你就成佛道了。一发菩提心，皆已成佛道。那唐义便说，一成南无佛，当得成佛道。那译者他给转变了，说当得，将来得到道。但是经上所说的一成南无佛，入于塔庙中，单合掌小地头，皆已成佛道。那这个就里头含着有密意，就有密意。那嗡阿訇用咒语来显现，是吧？皆已成佛道。这个意思要大家去理解了。这是一个法华经，一个华严经，大家知道佛所说的法最了义的、最究竟的就是华严法华吗？初成佛时候说华严，要入涅槃了说法华，愿一切众生都成佛。但这是秘密，怎么成啊？一声南无佛就成佛道了，这里的含着有秘密，这叫秘。入于塔庙中，单合掌小指头，皆已成佛道。怎么成的？中间这段秘密。那念，你听着念，嗡阿訇，嗡阿訇，就念，深口意，深口意，这有什么含义呢？他是用你的，你现前你的深口意，转变成诸佛的深口意，这叫密。
这一转的这个中间转这个是密。嗯。还有一个密咒，它多含好多种意，它不翻，一翻了就失掉原意了。嗯。波罗蜜它不翻，你就念波罗蜜好了。明明是道比难，你翻道比难吗？半底曼就是这此难道比难，当世俗间会了，他不翻呢，你要研究研究吗？他还有别的含义啊。嗯，波罗蜜就成佛，成佛，大家都成佛，他含这个意思。嗯，这叫秘密意，啊，西藏没有没念那个，乌玛咪巴咪哄的，什么含义呢？嗯，翻成莲花。而且白莲花，那天念白莲花，白莲花谁也不念了。你看，五马别把五马，他念呢，他不知道。那白莲花什么含义呢？秘密，在于你而不言，清净洁白，永远清净洁白。但是他都生到无欲泥里头。那秘密啊，说你在这六道轮回，能够清净无言。这就是佛呀，佛呀，嗯，华严经就是密教的发誓，这里头含的意思非常的广泛，嗯，说诸佛的广大的深密的秘密的境界，现在我们讲这个就揭发秘密，这个华严经秘密啊，嗯，所有的。各种教不论大小都从华严经升起的显密眼见都是华严经升起的华严经每一段都含有这个意思为什么先讲果德呢果德就是秘密的我们从凡夫要把佛的境界了解了不是秘密吗就是理解佛的秘密理解佛的秘密了你那这个秘密道上走吧你是这个道上走那你也懂得秘密了你就成佛了得了究竟秘密了但是得你把你身口意转一下转变佛的身口意喊你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吃饭都要念念一个虽然有个肉体肉体是假的是空的那这嘴巴吃饭这个嘴巴也是空的也是假的身体都是空的嘛嗯那以假对假吃的饭都是假的是假的这全是假的真的在哪里呢这事只是吃饭了吃饭时还念个四言八句吧先供个佛吧先供养三宝吧、嗯、完了再吃吧、嗯、还念几个咒吧显密加持吧、嗯、那什么显教里加的咒、嗯、一样的其实佛说的法没有秘密的你不理解了就是秘密你理解了就不是秘密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再学华严经的甚深广大显现佛的果德这个文字啊讲起来或者你听起来因为你以前没听过现在感觉很生疏等你听过十遍八遍了它就不生疏了不听讲不听讲你念呢念一样的你打开华严经了就入了法界了毗卢遮那么就在你面前他是已成的你是未成的他就是你自己毗卢遮那就是你自己你自己就是毗卢遮那这合二为一现在不行啊现在你就一分为二
因为你现在没得到佛的果德，当然没有佛德的果德的用了。现在你一天能够四肢运动，口里能说，心里能想，你知道这事也是秘密呀、啊、什么秘密呀、啊、你害病了也不能说了，天天吃饭，吃饭啊胃口不消化了，吃不进去了，那也是秘密在那个地方。你看你正常运转呢、啊、好像当你没病的时候无病一身轻啊，但有病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才叫苦啊，才知道你的身体是苦本，不害病你知道吗？生老病死啊，佛说这个很玄很妙的，还是见到你生老病死上啊，你把生老病死看破了，看空了，看没有生老病死，没有生老病死能随顺生老病死的缘，随缘不变，不变你那本相啊，不变嘛又能随着生死缘在苦里不苦，你能做到这部分呢你就成了。病了你照样的运用你的四肢百骸，没病，病是假的，办得到吗？办得到办不到、病是假的。对，现在我就克服啊，老老是假的，不老，真不老嘛，跟年轻的就是不同了，人家拿得动你你拿不动了，人家看得见你看不见了，人家听得到你你听不到了，这是真的呀、啊。我们老法师，老法师的老法师，提前老法师，专讲着天台宗的，是近代的，也算祖师了。他还病的时候很苦，他就让出声音哼哼。侍者就跟他说：“老法师啊，天台宗假观吗？假了他吗？”老法师就笑了：“观是假的呀，痛还是真的呀，痛起来还是真的呀，假不了了。”这叫业，懂得吗？要把业转了，你才假得了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我们都被假的骗了，那你自己还在做假，还在骗别人，就这种，你假的骗我，我假的骗他，大家互相欺骗，那么就学佛者就揭发出来了，假的了，大家认识他。假的就是假的，假的真不了，真的不死不生不灭，你是假的嘛，假的你当然要死了，当然要死了，是吧？病的时候你痛苦，你要没有观成假，真的是假的还痛吗？谁在痛啊？你观你那个感觉痛那个觉，你平常用用痛会给你减轻很多，所以没成功啊，观没成功，但是效果很好，当你痛的时候你挂，你想谁觉得痛啊，我平常怎么不觉得痛啊，怎么现在觉得痛啊，你把注意力给他转移了，找不到啊，谁在觉啊，觉在哪儿呢啊，你这方面一注意啊，那个痛你就减轻了，真正减轻了，你试试看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吧。